我的儿子2006年属狗的，他的脚肌肉萎缩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麻烦了。哎，你们家里呀、啊，下面呐、啊，是一块过去说有过一块坟地。你们的家里呀、啊，房子下面啊，过去或者靠近这附近有块坟地。我想问是他的公公的家里，还是我们现在住的家？古色古香的房子，走进去门挺大的，边上有一点点花，门前有棵树。谁的房子啊？公公的房子。公公的房子。难得到我的，我一秒钟就可以看到他家里的房子。啊，好了，告诉你，记住，下面有坟。下面有坟呐、啊。所以你们公公的房子家里有很多人出事的，不是他一个。啊，对。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要是念小房子的话，你要念很多很多章了。你现在没有办法，你现在如果不想，如果你不想惹太多麻烦，念一点小房子，最好是搬家，或者让孩子不要再到公公家去了。我很少带他去他家。不要让他去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其他没什么讲，第一，尽快的搬离，已经搬了，好不好？第二，这个孩子你要每天给他念大悲咒。对，有大悲咒，你要念几遍呢？每天念27遍。27遍。还要给他念小房子。念290章。290。290章之后，台长可以叫他稍微站好，可以站起来。他现在两根骨头根本站不起来。那，你等等啊，他们来啊，都是想让台长当场给他们治一治的了。那不治他们不可以放过我的。那现在你看他们刚刚捅着来的，你等等啊，台长给他加持一下啊。好，小弟弟啊，好，他毛病我待会跟你们讲啊，现在我加持过了。好，你们慢慢把它放，慢慢放，站站啊，站站看，试试看啊。好，好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好，小弟弟把脚慢慢的移动一点点，看看啊，一点点，看见了吗？看见吗？谢谢观世音菩萨，小弟弟，谢谢观世音菩萨啊。双手合掌，看见了吗？谢谢，好了好了，挺好了挺好了，哎，小房子多少知道了吗？给他放生啊，给他放生啊，放生。这个边上是你的先生啊，你先生不是太信的，要叫他好好信啊，啊，而且你先生要叫他好好的念经的，他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习气啊。听不懂啊？你试试看呐，你不相信的，叫人马上可以把你带走的。你现在很多业障，你做错太多事情了。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好好念经啊，不要开玩笑啊，真的孩子还小啊。好了，谢谢师父。很好。